天给孩子来个爱国教育。我们来到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。918历史博物馆。918历史博物馆。是那个钟，那个钟是警钟长鸣，你知道吧？勿忘国耻。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。母亲和女儿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希望你，宁儿啊，赶快成人，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。在最亲密的孩子啊，这段省略了是吗？就是这个我们抗战的这一段路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经历了14年。